秀彰化，年轻活力秀彰化，活海建设效率，大家喊好县长，建设效率好县长，建设效率好县长，让我们一起为黄秀芳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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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芳秀芳秀芳加油加油加油，然后让我们现在出发。好，来前导。年轻活力秀彰化，建设讨论好院长，彰化院长候选人黄秀芳。公婆赶快征召的时阵，距离征召我是143天，那当时。我是当东部的时阵，我有讲，我为着我爱的中华，我愿意担起这个担当。虽然是这当阵，足侪咱的乡亲，甲我支持，甲我鼓励。啊，今仔日嘛，遐尼侪人陪我来登记，要来正做咱中华馆长候选人。我要用秀彰化这个概念，带领咱中华大步向前走。我曾经担任咱立法委员姚嘉文委员的助理，我担任就请姚委员的办公室主任。这当阵，我担任立法委员，要再来选咱的彰化县长。一立法院长久，我拢是指卫环委员会，阿嘛担任立法院的后生会的会长。我相信咱足侪咱的医药界的好朋友。在疫情这两年当中，真的非常的辛苦。那秀芳及立法院，啊，含咱的邱泰源委员，我共同协调，希望讲咱的政府会当对咱的所有医疗人员能够更大的一个照顾。秀芳及这当尊，为这助力到这当尊27年的时间，会当讲政治伴随我大半辈子。有中华这片土地，让我栽培。各位哈里姐，咱的乡亲，大家支持，我一路来，就感谢咱所有中华乡亲对我，我只有感恩，搁感谢。希望到你这届这个选举，会当讲一工做三工。我们把彰化灯会找回来，我们点亮彰化，因为彰化的光荣，吴世荣，统帅，吴世荣。谢谢。前照，前照，前照，前。好，靠右边，请靠右边。我们现场所有与会的人共同的支持，我们县长候选人黄秀芳，中华爱顺风，高吼，秀芳，中华爱顺风，高吼，秀。选委会最美丽的两朵花。感谢。老县长够了。县长美颜。先宣布一下吧。那等一下我来念。